天我吃的是无饼的 taco， 这样吃饭特有仪式感。就是那个酱，牛油果酱，按照那个 taco 的教程做的，西红柿啊、彩椒什么的，洋葱、香菜，拿橄榄油和黑胡椒去拌了一下它，然后我把那个饼又替换成我的生菜叶子，放片肉，绝对太满足了。